我哋已经与牧师 Pastor Matt 咧会喺五月一号正式离任，转往另一间教会服侍。我哋喺度咧都求主俾佢同埋屋企人咧喺新嘅教会当中适应，可以好快咁建立所需要嘅侍奉能力同埋咧人际关系。求主加力使佢凡事亨通，亦都求主俾我哋会点嘅英语事工嘅接手安排，同埋后任新英语牧师积极嘅投入同埋服侍。求主保守教会英语事工在新的领导能够有新的发展和更新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